Hello， 大家好。那很感恩欧一捷星商学院，然后感恩大多啊，那我成为了欧一 millionaire 呢，这是我第一份收到的礼物哦。刚我就我还没有拍过开箱的视频，那也让我体验一下嘛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就开箱这个欧一 millionaire 的礼物是什么哈、啊。很走心，你会看到我的爱永不退缩，将来的每一天要抬头要挺胸，永不气馁永不放弃的往前走。感到动你看明信片，还有车的名车的，还有红包，要拿红包的要别抹啊，还是个红包红还有新品牌营销的 CD， 思维模式的 CD， 三零模式的 CD， 哦，还有个新品牌营销的书本，感恩大道，哇，还有这么多学长学姐的这个爱豆的短视频玩家的书本，谢谢。哦，还有肖总的去爱时代，感恩大道，感恩大道，感恩欧一姐姐商学院，在。这两年学习的过程当中真的获益满满，也跟很多学长学姐们不断的学习，也感恩我的贵人有俊，在这条在这个学习的路上他不断的指引我带领我，然后让我不断的进步，也让我看到了我在上着欧一姐姐商学院的这些课程，我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落地，不断的去改变我的企业的这个模式，也看到了一些，也看到了成绩，所以很感恩大家，很感恩大家，也感恩各位欧一家人们，各位学长学姐们，我们一起加油，我们一起，然后现在即将要开线下的课了，我们到时候有机会我们再线下见，拜拜。